1967年，红太阳、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，最多下半旗。我不要读了，回去。97年，邓爷爷，人民的儿子死了也没这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接下去还要断水、断电、断粮？走吧，我申请去监狱。行，回去组织好了。我天天喝稀饭、下面条，我搞得怎么样？行，回去组织也好了，水进来好了吧？电没有，宇宙没有。人都要疯掉了！来，我从哪到？要跳楼了！切！忧郁症、自闭症，对吧？心梗、腔梗、脑梗，这死亡了多少？切，龙王，切切切切切！人吓人，要吓死了，知道吧？切！活了60-70年，从来没有看，是越做越反动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看我从哪到呼吸？太不像话了！切，龙王，切，把我们当畜生。在国外对一个狗对一个猫都不能这样，没有人性了嘛。好了，不要发脾气了，那刚要抓你。要做核酸了，我们是公民。我们是公民吗？我们有半张选票吗？我们有半寸土地吗？那我已经配合了，对不对？给你们面子，你们来请我。搞的什么什么绿行码了、身份证了、这个了、那个了，现在一直搁，我怕也怕死了，我心脏不好的呀，侬心脏不好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侬心脏不好，吃的都是有毒食品，有的脾气呢不要发，内心的。